啊，你讲的东西什么喷药那天我喷了药以后，嗯，然后我来打扫这个房间 ，OK， 然后我拿了一桶清水 ，OK， 一个布 ，OK， 暂时去抹，然后去洗这个布的时候啊，嗯，发现那个清水里面有很多那个这种红色的虫子，还有大一点的，有不同种的 ，OK， 不是只有一种，那天我擦好了以后，差不多用了两桶满满的。OK， 然后当天我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被咬了五六个，哇了，已经杀过一次了，以后我自己杀的啦，所以现在就是不敢在这里睡觉了，因为已经不可以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已经不可以进去了。嗯，刚才那个第一个 video 里面呢，有拍这个，刚好有拍到两个尸体，两个这个尸体的啦，这边尸体了，一个大的一个小的。Okay， 那天还有多一个大的在里面，在这边里面已经丢掉了，已经丢掉了。OK， 对，因为它这个你可以听，是空的。嗯嗯，所以你怀疑那些虫子也有可能藏在里面呢？对，因为是被咬了严重以后啊，我才开始 take 这些东西的。哦、okay ，但是这个房间还是有，我不懂是从哪里来的。OK， 那天我扫这个厨， okay， 这面墙、okay、也是空的嘛。OK。我喷完药以后上面是看不到虫子、嗯、我只是把它擦干，因为喷了药到处都是那个药嘛，我在洗、嗯、我洗这面墙的时候啊，洗完以后 OK 是没有东西，但突然看到这个地板这边、哦、一排全部都是这个虫，全部都是这些虫啊、okay、我已经打扫过，还剩几只在这边死掉了、okay、还是说它过后又爬过来死在这边的就不确定了。 OK，